喜欢皮。来吧，拉夫吧，对面空比较多。打了个红 buff 就过来了，电刀妖姬那算了，电刀妖姬就别搬了，我原本还想搬一下的，再帮我玩电刀 妖姬的没几个正常人。电刀妖姬给他自己玩嘛，这东西很难死，也很难配合他。这个人是玩 AD 的，等他过来。他在追，他死了。他刚只要赶镜头，他就死了。怎么会有人觉得我在吹牛呢？他只能说你看少了，是吧？我比较自信。主播的拉夫可是职业比赛出过杀人剑叠满层的。你还不走？你是有够贪的。逆流投掷，再逆流投掷，他为什么闪都没给？你皮痒了是不是？这里边有没有一个？还真有一个，我就感觉有一个，不然他不会这么钻的。你皮痒了是不是？行动吧！这狗东西线都不要过来，拉夫打爆你不好打，他太灵活了，你除非一套给他杀了，杀不了就别追他，追他就要被遛狗了。先拿先锋，这波加里奥没大的，不是很怕他。
等加里奥过来包我们，我们再反包他。小老弟，你怕是没死过？你为什么要这么搞的？莫菲特大快好了，逆流！我状态这会儿超好的，一般不买三线，但是我这把比较自信，自信即是巅峰啊！一般出挺进或者可血，抓打野就是在抓自己，懂不懂？直接给盖伦后路断了，我看他怎么跑。家没了，塔没了。再来个二塔，车给莫菲特留着。爆破来一个，敲完了。抓一波，直接上高地。三项搭配这个血手用 ，A 人提升的攻击力就很高啊。彻底疯狂，出挺进跟可血就不能这么杀啊，伤害位不够，杀起来还是三项厉害啊。喜欢皮，你也喜欢皮，就这么想杀我？这把火龙魂啊，装备拉满，我攻击力可以到达1000的，前提是能拖得了。这把我只能说我无敌。这把我只能说我无敌。你们觉得1000攻击力在吹牛是不是？好好看啊。这波有点装了啊。第一个斧子没中就不应该追他的。多了一个女警。这波小装了一下可以。那我们就换一个飞机竞猜吧。我只能说从现在开始这把我将一次不死。还有30秒。马上过时间了。几个飞机，三个是不是？四个，还有10秒，再过10秒送就不算了，马上19分了啊！觉得我会死你就送一架赔两架，好了好了，19分了，现在送不算了啊！这四个人啊，我记住你们了。算了，不能追。冷静一下，我血太少了，这追过去可能八架飞机就没了。冷一下，冷一下，杀住！我不可能出火甲的，放心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
怎么没人跟技能啊？我人都打残留住了。势不可挡呢，坏了，要下机了，哎呦，接受不了一点，我被拉回去了，我的大还差一点点，能打我肯定会打的，这波有大感觉全杀完了，这波血本无归，心态有点崩的，我想静静。不是你瞅瞅，再瞅一下，你再瞅一下。你瞅啥呢？嗯？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了。嗯，封印解除，没有东西可以束缚得了我了。刚才前面就差这个，刚才前面有那个高地那波已经宰完了。你们看一下我开大还会加多少攻击力，看到没有？而且我这个大招的大还会再有加成，我三项待会还会再有加成，我征服者还会再有加成，这个大，懂了没？先杀对面。已经多少了？刚才，哎，不用挡了，直接勾他就好了。我再叠一下聚酒了，聚酒叠完鞋子再换一下装备，开个大招，光大招待会就能加200点攻击力。你们看的我现在500点，其实已经到达700点了，而且我贪欲还没叠，我征服者还没叠，三下没叠，就目前光这些全叠满应该有800多攻击力，再卖一件差不多1000点刚刚好。我现在800多随便的，但是感觉没机会了。先开个大招玩一下，看到没？随随便便已经，我还没加起来呢。待会出来再开一下。而且这个夜视算法，八九百也是一千。我的大虎早已饥渴难耐了。是不是？刚才已经800多了，我还有一件没买，而且我贪欲还差一点点，怎么办？我这会很难受，我想下班了，今天白干了。不过奖还是得发的，刚才那四个靓仔直接私信啊，进行兑奖。我们这个说一推二就是一推二。